中报道。来看的这个问奖杯哥桃色集团呢，是专挑计程车司机来放款，就是看准他们收入不固定，而且常常还不出钱。这名问奖呢，他为了付小孩的学费，不得已先向他们借钱，后来呢，他想先到当铺借钱来还债，没有想到呢，就桃色集团不高兴，竟然带人拿着铝棒到当铺把司机给押回来，结果两派人马是大打出手。